我们公司的特质跟优势就是一人多工，啊，产品客制化，研发跟设计的来源都来自德国同步，所以我们比较贴近市场面跟贴近客户的实际需求，所以我们在整个同业的领域里面，我们有不断都会有一些新的自我开发的啊特殊的功能附件跟选项，希望我们要不断的提升我们产品的附加价值，所以我们实际上投入的产品的研发都会朝它多走跟复杂化来进行。我们当然也会持续不断的投入很多跟工业 4.0 对不对有直接相关联性的所谓的智慧智能化的功能啊，能够跟欧美可以取得一个啊竞争的优势。